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副业 Martin。 最近的房产市场真的非常火爆，我们下了几个 offer， 看看能不能买到，帮客人买到房子。那么今天来拍摄一套位于 Bake Ranch 森林湖 Bake Ranch 的一套联排别墅，室内是1965尺，售价是119.8万块，120万不到，119.8万，屋主还住里面，所以现在镜头中可能会看到屋主的东西和屋主的孩子。一进来，这是木门，这是地砖，一楼是地砖，二楼是 lemonade 的复合地板，非常不错。然后白色的橱柜，岛台比较高，岛台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比较高的一个岛台，下面是水池，然后这个是炉灶，冰箱。这是餐厅的区域，然后这边是客厅的区域，屋主还住在里面，也感谢屋主让我们进来拍摄。这是一 California room， 然后旁边是有一片假草的院子，它是边套边户，这里很舒服，采光也非常好。好，这是院子，克里方家 room 和边户的假草，然后这是餐厅，然后这是厨房，刚才那边是客厅，然后这是车库，以及一楼的半个卫生间，没有开灯，卫生间还挺大的，在楼梯下面储物空间。好，我们上二楼，二楼的楼梯这边是地毯，然后二楼上去之后是 lemonade 的比较好的地板，复合地板。复合地板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叫 vinyl， 比较便宜 ，lemonade 是相对贵一些。上来之后，先是有个 loft， 然后这些柜子都做好了，书架都做好了。那边是主卧，然后右手边是两个次卧。屋主有两个孩子，所以到时候看到很多书。这是洗衣房，看看有没有洗手池啊？洗衣房这边有洗手池，洗衣服的池子，洗衣房。然后两个次卧房间都是 lemonade 的复合地板，移门的衣帽柜，粉色的墙壁，然后两个女孩子，对，这是另外一个次卧，也是有移门衣帽柜，窗户也比较多。然后这边是两个次卧共用卫生间，有两个洗手池，很多次卧共用卫生间只有一个洗手池。好，这是右侧的两个次卧，我们回到 loft， 再看一下主卧。主卧门前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然后这里是衣帽间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大小，还是蛮大的。里面是衣帽间，然后主卧也是 lemonade， 都是木地板，两个洗手池的主卧卫生间，淋浴房。这是主卧，比较宽敞，那边有一三扇窗户。好，这是衣帽间，因为主人在这边，所以我们拍摄会快一些。好，主卧是木地板加带衣帽间。好，我们到三楼看一下，楼梯上面都是地毯，然后上来之后三楼又是 lemonade 的复合地板。三楼放了一个床，它没有卫生间，但整个三楼 loft 空间变成了一个房间，放了一个钢琴。好，这个窗户是可以看到前面一片社区的公园的，位置比较高，这里特别舒服，非常亮堂，非常通透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，一点点山，然后整个社区。这套房子优势是边套，价格也不贵，119.8万块，120万，然后上市3天，有兴趣的话联系河马进行销售，谢谢大家。